好，觀眾入，觀眾入。小心睇腳啊！
請你合上眼睛，thank you.
我哋西北烈风划过高雄同生效。上昼十点，热带风暴洛克集结喺天文台东北偏东30公里，预料向西往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20公里，横过珠江口一带。洛克即将喺香港东部登陆，八号信号会维持至到下昼一段时间。